谢谢桃园，来自桃园的班智。来，我们到奖评这边来接受奖评。来，我们请我们的评审老师为我们来做奖评。班智，班智你好，我很喜欢看你打的感觉，你打看起来动作很舒服，然后我觉得你音色处理的部分也非常的棒。然后有几个部分就是中间有一些就是那个这就是轻重音，就是渐强的部分，其实我觉得你的情绪可以再做得更大一点，那感觉会更凸显出来。因为其实音乐它的 grooving 是非常的清楚的，可是我觉得你以你的程度的话，你可以表现更多一下你对这一首歌的感觉，就是你的情绪多一点，我觉得会更不一样。对，然后还有中间很多很细的手法做得很好，因为你是习惯用这个角度去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大拇指在上面，这个角度其实它是会受限的。所以如果你的动作的角度可以再多一点不一样的技巧的话，它的音色跟它的力量跟它的颗粒的感觉又会更不一样。我觉得你一定做得到，对，加油。啊，我们谢谢郭老师，对我们的班智哦，做出这么精细的一个评审啊。其实我觉得我看您在表演啊，我觉得是非常享受，而且你很融入在里面。但是就如郭老师说的，假如能够再放一点点情绪进去的话，真的是非常棒，真的哦。好，我们期待您就是之后慢慢的把你的整个情绪再放进去的时候，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鼓手哦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您的成绩，不晓得有没有出现了。OK， 好，来我们来看一下班智的成绩，90.4、93.5、86、93.4。我们谢谢评审老师。好，我们谢谢贵宾，哎，请小心。